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。我们今天三个人又回到了这座别的地图。Hello， 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早安呢，早安呢。今天我们三个人一样要来砸地图。上一集我们很顺利的到达5000个喜欢，今天我们努力多一点点，5005，好不好？就多5个喜欢。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啊，有发现中间有他们的 Diamond Button 的，然后你看左边，我也想要。我们如果把就是这个订阅数混在一起的话，搞不好可以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就再多努力一点，再多努力，我们集结多一点人啊，然后就是拿到奖牌之后就聚成好多份，把它聚成一个拼图的概念。左边呢是 Pat。右边呢是 Jen， 然后他们中间拉出来是他们那个地图，好漂亮的地图啊！然后又看到右边那边有那个吗？狮子王，猫咪呀，然后上面抱的是猫咪，超萌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炸地图。如果 Bob 喜欢这个地图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点哦，是金鱼脑吗？我刚好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走吧。OK。走，觉得好像已经讲过了。今天呢，一样是要来炸地图，但是我们今天炸的不是猫咪。炸的不是怪兽，我们要炸的是地球。不是路啊，地球。好了吗？地球都已经病了，你还要炸它？没问题，炸了之后才会有新的啊。哦，这好像是什么那种很恐怖的反派，有没有？全部毁灭之后再重生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他 ，OK， 好啊！上一集你在那边，你在那边，哇！噜噜噜！哎，何处无间？你为什么还要打？我就跟你讲，最邪恶的是鹿吗？我们一起要打下去的时候，前面那个是什么？是稻草堆耶！我们是要慢慢的、慢慢的，是从小村庄炸到整颗地球，对不对？可能吧，就它的地图是动物，现在是变成村庄类型。对耶，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是炸小猫咪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慢慢的炸到那一只很奇怪、蓬松松的 Lion King。Earth 地球，第一个 level one 是sand castle 沙堡，好不好？沙堡，我们难度呢，先从困难嘛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开始不是很简单？好，对，也是简简单单嘛，对对对，简简单单，还开始没有忘记上一集吧？我们应该先从难的再到简单的哦。对，我们要从这个难的到简单。呀呀呀，来喽 ，3, 2, 1，Go！ 沙堡，哎，跟看到的不一样，19颗，哇，你也太多了吧？我才8颗，这是什么？鱼哟、哦，有宝箱，打不开，难过。这个是什么？好酷哦！然后宝箱炸了吗？炸歪了！这边有铁轨哎、欸，好酷哎、欸，有按钮哎，找按钮游戏，可以放上去吗？不行。你小心哦，说不定按下去之后大爆炸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你是把它破坏掉了、没有，它就是在地上啦。我刚看到的时候，19颗，这是困难模式哎、欸，乱来，困难在哪里啊？来，尽量放，尽量放。大家随便放啊！来，外围我包了。哦，上面路 ，good good， 跟我想的一样啊。OK， 内侧加保护专家。内侧这里也放个几颗。对，没错，路漂亮。内侧完成，好，这样子应该都好了。我全部放完了，你们呢？我还有5颗，我分你2颗。好，都放一放，自己随便放一放就好了啦。猪，喂，随便放一放就行了，随便放一放。这样够吗？我觉得上面好像有点缺、欸。上面吗？上面，给我几颗吧。我这边放完了。好，对，来，谢啦。可以了。OK， 再来。可以了。这里，我觉得上面这里应该还要再放个，放在这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。OK， 这里好。OK， 那从上面炸吗？这个，最上面。好，那我要炸喽。像金字塔一样，对，炸下去。2, 1。Come on！ 再会了，卡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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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啥？中心点？怎么捡呢？我跟你讲，要从内，我觉得直接就可以了。它是从上啊，有没有？它就会，它可能是被保护住了。你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它是被那个保护住。现在多放一个。好，画巧克力点。来，你点吧，中间中间，从这里啊，来， okay， 点爆点下去，点爆它，好亮啊！爆是如何了？卡碰，没事，果然是中间那一颗啦，中间那一颗，中间那一颗，再来 round two， 我们来到的是 hill 小山丘，
哦哦哦哦，九颗、十六颗、十八颗，然后一样啊，就一开始的，脑袋派题哦，差也差太多了吧？十八颗，南瓜先生呢？然后送你炸弹，哎，为什么？哦，这没有按钮啦，为什么？南瓜怪人专吃TNT，就可以讲不能够靠近这种怪叔叔哦，还有里面呢，还有里面哦，要求哦，来来来，里面这里有点大，自己再塞一颗好了。行、哦、行，你们还剩几颗？我剩十颗，十五颗，还有十五颗。嗯哼，那多放一点，多放一点。青金石感觉很硬哦，青金石旁边一定要放一颗，要多塞一点，多塞一点。好了好了，把它炸的稀巴烂，差不多差不多了，谁还没放、啊？快放一放了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，三颗叠在一起，路要点燃，路要点燃。好，那我从点燃的工人，我觉得还是从内部，内部吗？嗯，内部可能比较核心一点，核心进到它的里面。哎呀，我在跟路一起绕远路哦，找不到内部的入口在哪？在这，进去它，进去炸歪它，点燃，点了，引爆，点下去，卡破。由内而外，去死吧你这个奇怪南瓜怪！脚脚，那是什么？石头？为什么侧边？侧边？侧边？这是正面还是石头？哎，它是比较偏。我看一下，这里不对啊，这里面就超多个哎、欸啊，没有里面啊，内侧吗？应该说它里面应该、哦、比较厚，是不是？很厚啦。看一下我们这边放的只炸到外面啊！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我这边补足哦。后面太多了，后面太多了。这里这里，上面那个金字塔拿下来哦。这里多塞多塞一点，多塞一点，多塞多健康，偷偷往内塞。这次换我点是不是 ？OK， 来喽，我从他的那个核心地带炸喽。好，小炸爆他！点下去，点下去。对，就是那里，应该是有了吧？找到他的那个有了有了有了点了，卡碰碰碰。哎、欸、更多哈，我觉得等一下差不多到中的模式。啥当面上面那里为什么会没有啊？几率，我觉得几率，我觉得几率，我觉得我是我们炸的那个顺序，我们从上面炸吧。嗯，从上面炸，有些很多都飞出去了。这里啦，就这里。从上面炸，我们从上面炸。麦罗桑，因为从内部炸会往外整个炸出去，对不对？哦。有哎、欸，那对，它会往外炸。我们要找到一个点是不会被炸出去的。嗯，哦，其实很难哎、欸，会不会炸出去啊？从侧边好了，这是从某个角落。OK， 好，我要炸喽。OK， 炸炸炸炸。对 ，two one， 卡砰！来来来，炸歪它！有感觉就是这次啊，有感觉就是这次啊。南瓜怪人去死！哇，真的很厚，很厚，很厚，有！谢谢。啊、谢谢各位，我中等模式，下一个我知道厉害了。我们炸完了小山丘之后、啊、我们格局越来越大了，我们炸小岛，要炸岛了，哇！哎、欸，地上的全部都要、哦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哦，好多，然后不要放那个哦，四十九个，四十九个，好好好，来，我就先铺外面了吧。什么怪物啊？海怪，哦 ，Karkin， 海怪在 Karkin。是那个深海大鱿鱼。好，我补外面。眼睛要小心哦。他嘴巴吃个 TNT， 好惨。哎呦，我的 TNT， 直接跳出去，我完全死掉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在铺外面，差不多这个位置了。你的手，哎，小，触手也要炸歪它。小，那个歪跳，我强迫症的暴毙一定快不行了哈。我来帮你们修正，修正这一切的错误。来。好了，这样子就好了。行，漂亮，好整齐。再来，所以我是专门铺海的，就对了，对吧？头也要，头两边各一个。哎，笑，一定炸歪你。哎，笑，分开一点，分开一点。来，这里，哦，差不两个。这样好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哎，笑，来来，上面还有那个阳伞，阳伞上面感觉也要、欸。你那个要稍微有点平均放哦，地板全部都要炸哦。哎，笑。了，不行，这种边边角角最容易 miss 了。不行，这好像有点太密哦。感觉远一点，可以远一点，放这样子。这样距离应该还 OK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哎，差不多。过来。OK， 然后补足一些小地方哦。这个是不知道什么石头放的。海怪 OK 啊，不好意思啦，送你们。海怪的头顶一个。海怪的手也有了嘛，对不对？
有有有，手这样过去，上面阳伞可能要放下。阳伞没有啊，我来补。哎呦，哇！有有阳伞送他两个，好，这样阳伞该够了。他们的阳伞嘞？下面我觉得树呢？我觉得树好危险哦。树我已经放很多嘞。OK。树这样，树的下面，树的下面可能要肚肚这个地方可能要装个几颗。对对对对，这里好，剩下的我们就补海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把海补得更密。来来 ，OK。这里再放个几颗，他们也太多了吧？哦，中等果然就是中等，简单多了。嘿，小角落啊，小角落，不要的。好了，我完成了，搭了好多，好多，好美的画面哦。我们从角落，我们从角落慢慢这样扎过去。好，来，从这里，从这里，是不是？好，慢慢点过去。巧克力，三二一，点燃！哦，来，从角角。哦，刚刚好的距离，刚刚好的距离，超美，超美，超美，剩一个，剩一个，哇哇哇，冲冲，拜拜，剩一个啦，两个，哎哥，这里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运气不好哇！我们从中间好了，好不好？正中间，嗯，对，哎，他们两个被炸的炸死了，灰飞烟灭，哇，动物那种就不会再出现，点了，他们俩是动物啊，直接爆。来，还是完美的。可是东西被推走吧？成功啦！不是，对呀 ，yes， 哎呀，我们刚刚玩到地图坏掉了，我们的胜场跟败场变成零啊！你也坏掉了啊！我也坏掉了。下一关，下一关叫做 mountain。我们炸了小岛之后，现在来炸山了，来了。炸山，中等难，还是要简单啊？简单最后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中等，简单最后啊，中等没问题。这挑一点挑战哦，北极熊到了。为什么？北极熊大大，您的山有点大，您的山是冰山呢。它会在头上冒出来，太多了，太多的天梯。Oh my god！ 我们现在真的要随手放了。我大概有一组半，我们就随手放吧。我也是一组多。我们就随手放，多放，放快一点，放快一点，这样太久了，就放放放放放。多健康！我不想快转了，快，放放放，是不是乱放？哦，你这个放你太稀里哗啦，我先去下山。这已经是 normal 了，好吧？登山顶，登山顶，你说 normal， 刚刚也是从好几开。没有啊，旁边又没有拜场。看看可不可以进到他那个山的里面。我登山顶哦，你们看有没有办法进去里面。北极熊，为什么？你可以打一下。猜的不要，神经病哦。可以啦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天啦，又还会叫哎。笑。对啊，你在山顶吗？山顶有东西吗？山顶有入口吗 ？No， 山顶没入口。皑皑白雪，超多。登山后，你登山前，这里是后，你登前。哪里是后哪里是？哦，它上面还有那个牌子哎。好，这里啊，雪人里面有两只。哦，真的哎。对啊，只是你就是进不去，所以就是小口，要多放一点。好，让它温暖一点。好，我这里其实补的差不多了。那个山壁那个地方可能要从下面稍微看一下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一次采用的是，从侧边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一样慢慢炸过去。我觉得慢慢炸过去。刚刚赢的是从中间。对，可是这是山哎。说的好像我们炸过一样。我要炸一座山。从下面这样慢慢炸过去，我觉得 OK 了。好。他会这样子上去，漫游一整座山，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喽，我点了哦 ，three， two， one， 点燃。点。OK， 来。加油！有有有，爬上去！哇！爬上去！刚刚下面中间原本还有一点空的，还有碎啦！啊！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大山小镇是？最后是什么？地球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炸完山了。什么事啊？来喽 ，three， two， one， go go！ 地球 ！Oh my god！好漂亮哦！应该是炸爽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他给我们这里还在领，我觉得领到一组了，已经领到一组了，一组，还在领，一组半，还有，两组，两组，还有，两组，停不了，停不了，停不了。
不了，抓地球就等这一刻，加码加码，三组，没问题，还有继续来四组，太多了太多了，没了，三组半，三组又八颗。好嗨哦！刚那个声音感觉很像在那个玩什么彩票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对啊，好笑哦！这要怎么垫？这好麻烦哦！飞得上去啊？对啊，来，可是不行，用飞的。我觉得从下面炸很强啊，就那种慢慢引爆过去，你就看那个山慢慢消失。这地球有入口？中空是不是 ？Hole in China。啊，那个是那个，就是你那个洞洞跳进去啊，会直接到达中国。那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笑话，啊、你懂那个意思吗？跳进去会到达中国。美国的对面是中国啊，就是、啊、你懂那个意思吗？我去，所以、巧克力虾人在哪？哪里有 ？Hole in China， 我在 China， 我在猜这边就是 American， 你在 China 是不是？啊、对对对，真的，好笑、喔，从 American 到 China， 垃圾。哦，手就可以，疯狂的乱放啊！哦，哎，那不是卡住了？哒哒哒哒哒！我天气上有点变 bug， 然后就，哎、真的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是核心哎、欸，哇、哦，是地核哎、欸啊，哇，那我拿进来看看啦！好，超美的、欸，这是地球的核心，这边我们全部都要炸掉、哦啊，超美的、欸，地球的核心。就由我们来把它炸歪了，炸完之后明天就没有影片了，地球就消失了。看到这部影片的同时，世界就末日了。世界末日要来了。很恐怖哎！前几天有地震，你们知道吗？很大哦，很大哦。下午两点的时候，是不是？我得困。两点居然都睡着？下午两点呢、欸？上面有点困难，我觉得上面就是要那个上面从外面啊。OK， 对对，上面从外面，然后里面从侧边。哦，我们觉得我们要多放一点，都不用怕啊，这好多组哦，根本放不完啊。各位右键狂点好不好？右键狂点，右键狂点啊。没有，这个核心当然还是要多一点。右键狂点，哦，上面是因为是极地，所以是冰块，它这么好细哦。好，一组花完了，各位。有核心的地方，我这个放的噼里哗啦。各位乱放哦。这一面。好、哦。放，我就根本放不完啊，各位。OK。那很薄啊。放都放，这地球简简单单啊。炸弹！巧克力怎么突然发作了、啊？路，我们该找谁？我们该找谁求救啊？啊！没救了，没救，这地球没救。他就是要突然发作了呢，不行，还放不完，好累哦。去外面，剩下去外面炸。我要开始用 TNT 垫东西了。我用飞的去外面。我要 TNT 垫路了。行。好。啊，好久没看到外面的阳光了。真的好累。露你在那边看。你在干什么？激怒！原来我们地球有天线啊！没有错，得了啊！才现在才知道磁圈是哪里来的、哦，就是路造的啊。OK， 差不多了啦。哎、欸，我还放不完哎、欸，多放一点，多放一点。放不完 啊！我觉得不需要放完啊。对啊，那就够了吧？简简单单，简简单单啦，够了，引爆了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上次用天梯垫上去啊。好了，够了！零件啊！我放完了！我、哦、一开始还这么谨慎，我想要上去看一下我觉得我上去就放完了。鹿呢？鹿放完了吗？还没有。最后放完的是小猪。好，我给你一点。不要，我已经放完了，快点！你随便乱按右键就可以了，先按住右键，听我的话，先按住右键不要放。墙壁都没碰到，就对了啦。可以，我从内部引爆啊！好，OK。按住右键啊，各位。啊，不好。那先，等，不理你啊！点。哎、欸。OK。哦，地球再见！地球，拜拜！哇、wow ，飞 goodbye。Great。
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该到这喽，希望宝宝们会喜欢。今天这集 episode 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当然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15000啊，不5005个喜欢。我们下期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